这个分数要给那个人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其实本来这个人的舞蹈水平在我心里是8分，8分，嗯，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可能有些紧张，嗯，就没有做到之前，对，没有做到最好，但是我相信他后面会有更大的空间，会发挥得更好。我原本打的是6分，6分加这3分，9分，我给许魏洲。好，我觉得他可以更好，嗯，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很紧张，他今天是紧张了，因为他其实之前，面部是很有表现力的，但今天他跳到后半段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中间也有一点点失误。然后之后，他的脸就很严肃了，就不是他平时的那种状态的呈现，所以我觉得。今天是有点小失误的，所以我最后又补了他3分，我希望就是说让他下次可以更